前期的突击，他这样一个阵容就是要打中后期的。你看这边 LYR 退一下，要走一波。但是这里的话，三个人被顶到一坨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的话一嘎了一个大招，怎么收割？小雨这边危险，剩下神男，一嘎的是没有技能。哎，向宇这边回顶一个，虞姬踹一脚，射一发，伤害爆炸。继续无痕要收割，看看有没有机会飘过去拉住，再一个飘，继续连。但是大招好像断掉。像虞姬这个英雄一般都会带来一个百川，所以百川的话前期你们重点就是等于虞姬，然后再加上我的一个暗影战斧，哇，迎接上去非常痛，再踹一脚，迎接打到残血，一箭射过去，这边 Fatty 也有点危险。这一局的这个局势是被压制的，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，Yellow 是被带走了，查一下，比较偏。这边前中期一个阵容，但是哦，小雨位置抓，但是伤害不够，用狗咬到，漂亮，还是带走了，一个大剑，2000块钱嘛，一剑射过去，耶罗被大住，这边走都走不掉，太快，李白这边一个大招根本刷不动人。GK 想要防守住，除非是先秒掉对面的一个后排。是吕布强行开团了，这波不能再等了，这边神男顶回两个人，马可波罗和虞姬在后面疯狂输出，直接带走了耶罗，剩下的人的话也有点扛不住。没问题，这个上路高地直接告破 ，yellow 又被留住了，吕布开大，封一波路。这边的话，双法在后面输出非常舒服，而且马可波罗和虞姬也在后面疯狂输出，两边的后排的对决，马可波罗尽量开大，这边直接被带走了。我们看 yellow 这里还没有死掉，但是后排是被无痕切过去了，继续飘，还有没有机会？这边直接打了一个二换四，而且有机会一波无痕是一个人射了两个人，是的，他刚刚是在单挑一尬的。等 EK 这边反蓝有要出事啊 ，IYR。IYR虽然反到 了，但是也要死啊！不算特别大，妈的，200块钱。FIR 这边要被秒了，这样的无痕，一个的继续飘，能不能收掉？无痕这边被粘住了，虽然上是红 buff 的，继续带走。看这边，看这边一个大招大住了对面的雨秋，雨秋有点难受，直接要被秒了。看一下差一点点，还是带走了。虽然上这边有输出吗？还没有蓝了，滚不出来。又被顶了一下，这边小雨来了 ，AB 这边没有蓝，尴尬走不掉啊！闪现嘴巴，走了，痛啊！这边 AB 要被秒了，陈鬼这个大招进场直接秒掉，看一下 yellow 这边也危险，神这边要顶了，顶回去，露娜也被带走了。这边的话继续狗咬到，再飘一发 ，Fatty 也很难走掉，能不能狗咬一下？闪现 ，LYR 这里直接给走了，小月塔强杀，神能顶住防御塔伤害，狗咬到了，漂亮，准备收掉，哎。神男顶到三个人的输出都不怕，你看到没有？完全是没办法，打不动他。对方有点凶，在等队友过来。所有技能全部交到神男一个人身上，包括东皇太一的大招。对，那这样的话神鬼怎么办？神鬼进场你没办法去阻止他。没技能了。对，没技能直接爆炸，没办法。闪现越强可掉。杨戬这边狗咬过来，小雨继续追击，小雨马上有一技能了。这边的话 A 刀 IYR 难走，但是杨戬继续追，白领这边可能要被带走了，一剑有没有？身上将这里差一点点。看这边神鬼进场开大招，叶狗有点扛不住，叶狗是没有这个法抗装备的，继续追一波。神鬼这边没有大招了，继续小雨跟叶狗单挑，这边带走了。LYR 这边也危险，神男一发顶顶到 LYR 这边直接被带走，一拳把这个龙推开。但是这里的话，仙阁状态有点残，无痕一个人切到后排，但是有点孤军深入，走不掉了。神鬼这边开始大招，直接爆炸了，要收割，瞬间击杀三人。我们看一下剩下一个叶狗，还有。这边狗咬到了，看一下，很关键。这个 A B 要是死的话，这就难了。一个二技能，伤害很高，再一次激光 A 刀，明刀司命，漂亮，咬到了，直接继续打枪杀，遇到泉水去杀，这个太凶了吧？这个就有点不服了。对啊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百里又是咬到了陈鬼，陈鬼直接被秒掉。雨秋这边又是一剑，百里这边要被带走，虽然这边输出非常高，剩下一个神男，神男也很危险。小雨这边有大招的，过来刷一波。这边又被大到了，要危险了。无痕这里又被大，闪现走一窝，高剑灵进场，这边大招很关键，一个金身躲一下一嘎的，但一嘎的这边要被带走，瞬间被秒了。无痕这边状态不是很特别好，小雨又被击杀到，看一下一个大招刷出来。这边的话，雨秋在会疯狂输出，但是感觉有点点不过 AB 啊 ，AB 的输出非常高，直接就带走了对面的一个虞姬。没有啊，一个二技能并没有晕到，狗咬到，激光扫一下，这边狗小雨用了这边很弱。是刚没有大招了，无痕切到后排，但是不出火，这边进场，看这边耶罗可能要被带走，这边 LYR 继续又被咬到，剩下一个一嘎一嘎的没有大招了，有大招的，但是又是锤到了 AB， 又被抓到了，不出火提升非常大，这边又被抓到 AB 又很残，这一嘎的大招开起来还没唱完就直接被秒了，3000还能够接受吧，如果说这边小雨又是咬到了，但伤害并不够，一嘎这边开始大招，小雨直接被带走了，看一下这边。这个一杆的还是被流掉，换掉了之后，达摩进场一个锤锤到了达这个牛魔，
影魔也被击杀，剩下 yellow， yellow 要对无痕进行一些动作，这样的话 yellow 也被带到 yellow 这边，是物抗很高，但是法抗很低，又被咬到一个地方直接扫死。那这样的话下路是有一个主宰前锋在的，看一下这一波很关键了， AB 一个人， TK 这边四人阵亡，只剩下 AB 一个， AB 能不能守住，马上就要复活了，李元芳能不能守住，李元芳这边点打很快的，李元芳的被动一技的被动是可以继承到防御塔上，是的，看一下，让我们直接带走了 AS 仙阁，恭喜仙阁二比一带走 GK。